近五六年呢，我其实一直在进行这种专业的运动的拍摄。水上运动在这两年其实是非常流行的，而且水上运动的拍摄其实也是这两年的需求是增长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拍摄呢是需要在像摩托艇这样的设备上进行的，对于相机的这个防抖然后对焦的准确性其实是很考验的。尼康D6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它的各种对焦模式的选择，那在运动中这种模式会让你非常的方便，而且这台机器的响应非常快，在你开机的瞬间就可以举起来拍摄，这样就不会错过很多精彩的瞬间。尼康D6机身有防泼镜功能，而且很坚固，完全可以应付我们这种恶劣的拍摄环境。当然作为一台体育用机，它的连拍性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尼康D6可以提供每秒14张的连拍，在我们日常拍摄中包括工作中其实是非常够用的。尼康的这支120-300镜头呢，它的体积其实跟我们正常见到的体育镜头的体积其实差不多，但难能可贵的是它是一支恒定 2.8 光圈的变焦镜头。那么这支镜头呢，在拍摄中它能提供的这个焦段恰恰是我们最常用的这种中远距离的焦段。